呀？我保护你呢。你保护我呀？用不着。你看你这人，嘿，小米粒儿，你可别后悔啊！一会儿还胖，别抱我大腿。哎哎，你干啥你？还怕？给我撒开！我不撒。撒不撒开？我不撒。哎哎哎，你给我撒开你！你说你害怕，你抱我大腿干嘛呀？不就打个雷吗？看给你像的样，像不像个男人？小米粒儿，我从小到大啊，啥也不怕，我就怕打雷。那你现在赶紧回家猫被窝里就不害怕了，走吧。那不行，咱们小区啊变压器坏了，物业所有人都去抢修去了，你都来帮忙了，我能不来吗？再说了，我怕你害怕，我过来陪陪你。你陪我呀？嗯，你不在这乱叫唤我就不害怕了。太尴尬了，出去。喂，啊，什么？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的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干啥呀？你干啥去啊？谁来的电话呀？是田笨笨不？什么呀？我大姐夫。赵刚子呀？啊。啥事儿啊？我大姐夫不去外地出差了吗？走的时候把一份重要的文件给忘在物业的保险柜里了，钥匙他也带走了，关键他明天还等着用呢。哎呀，那咋整啊？这不来电话让我帮他找开锁公司的吗？我现在回家找一下他们的电话，你呀在这替我值会儿班，哪儿都不许去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，小美丽，你别走啊。哎，我害怕。哎，哎我的妈呀，哎，街坊邻居们，别着急，没事啊，咱们这个电工师傅们正在抢修咱的变压器。哎呦，这几个师傅真棒哦！我说给你们打打伞吧，死活不让，淋得跟落汤鸡似的。我这不到咱们物业啊，给他们找几件雨衣，要不然再冻坏了。街坊邻居们要注意啊，今天晚上有雷电，把那个插销都拔下来，啊。还有，大半夜的，注意防小偷、防坏人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咋还停电了呢？刚才妈压一下，谁把谁劈了吧？别是坏人呐，我去看看。这怎么还停电了呢？这黑区亮光啥也看不着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雷声也太大了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赶紧的把耳朵堵上。哎呀，这回就安静多了。哎呀妈呀，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，那多害怕呀。哎，这物业的门开着都没锁上啊，肯定进坏人了。小姨夫爷爷，怎么是你呢？吓死我了！你跑这儿干啥来了？
我陪小米粒来了，你快坐那儿。哎呀妈呀，我好像是失禁了。我的妈！哎呀，你快坐那儿。那啥，你干啥来了？这不是电工师傅，人家在那儿修那个变压器吗？我是说给他们拿几件雨衣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王小倩啊，舒服吗？舒服吗？难坐我腿上了。哎呀，我吓得。